太阳晒屁股了，还不起床吗？哎呀，不要，摇一扔来在你身上。那我们就……喂，好，知道了。大周末的还要去上班？哎呦，我头好痛啊！我有事要处理，你再睡会儿吧。你好，宋导演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前些日子有些太冒犯了。这个您别往心里去啊。哪里哪里，以后还要仰仗您多多指教呢。啊，不不不，您是女主角，您多给机会。啊？女主角？啊。哎，宋导演，如果明天你有时间的话，可不可以来棚里见见？好。